是哪一种很窄的男生？很多人会觉得啊，你看起来好像是很窄，你蛮宽的耶，很窄，很窄哦，很窄。谢谢老师们，谢谢。很宅的哪一种男生很喜欢待在家里，那我也很喜欢就不喜欢出门就对了。所以如果我出去也要买，例如说我买饮料，我可能一次就买4-5杯饮料，那时候女朋友觉得你绿茶不能放冰箱放太久会坏掉，對，是这样子吗？会变质啊，什么东西放太久都会坏啊。而且那种手摇的不可以过太久，因为那没有加防腐剂。但是过了24小时不会有问题吧？24小时可以喝5杯吗？对啊，也太少了。8个小时也不会吧？2天的时间也还好，我就可能买4-5杯这样子，然后中午喝一杯，然后晚餐喝一杯，嗯，那隔天中午晚餐这样子，我就2天就不用出门啊，对不对？在家里煮个东西这样子就好。但是他说这样子是不行的，如果你放太久它会坏掉。我已经这样子做了好几年，10几年都这样子。他说，但是我已经看了，真的不太好。然后说好，那这样子好了，我就买一次，我就买2杯，然后今天就买1天的量，然后再过一天你出去帮我买饮料好了，因为我就是这2天我就不要出门啊。他说好啊，那我就这样子好了，那我就可以接受啊，对不对？他好爱你，他是关心你的健康，对，所以我就可以接受，对不对？这种女生你会觉得很体贴，然后就是那如果他说你不要喝外面的饮料，我来你家煮给你喝，哎呦。如果是这种声音，我不能接受。哇塞，好严格！所以是听声音的，听痛。人家去你家帮你摇，这个歌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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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来，龙野，你很喜欢你老婆管你。对，可是就是在我的公司，在大概15坪左右的那公司，大概放了5台摄影机。哇！对，然后就是我老婆就是带小孩比较无聊啊，就是每次的都是在看我的，对，然后每次女生的客人来都会打来。你好像生活在楚门的世界。对啊，梦多一台就过来了。每次都打来说那个女生是谁，还是马上吗？对，马上，真的。哇，对，有的时候假设来公司，我来公司也会打来。你说他像女生哦？对，他老婆打来说那女生谁？他说 Justin 啊。对，因为看真的看不清楚我们的摄影机。哎，那个摄影机可不可以换一下？对啊，太清楚了吧？我们那个天下可以把贾斯汀看成是女生也不简单。哎，也不一定，说不定他要穿那个 Frozen 的那一条衣服，对不对？对啊，我们那个 Elsa 对不对？那时候蛮像的，你不觉得吗？有。我跟我女朋友都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晚上都会就是互相打电话，不是他打那就是我打，那我们就是会聊的事情都是今天发生过的事情，就是就确认一下今天有没有发生什么好笑的或是需要爆料的东西或什么之类的，就这样平常聊天就这样子而已。但是有时候我跟我的就是足球的朋友在外面，那我们喝酒之类的，那我就还没打给他，然后他就打给我，然后我就说那我在外面跟朋友喝酒，然后我等一下再打给你。他就说那我先睡了，然后你就写个 LINE 给我吧，你回家的时候。然后就说 OK 啊，然后回家的时候就写个 LINE 就好了。但是我的朋友就反应说你还要写 LINE， 这不会有一点控制那感觉吗？我就说这不会，因为我是觉得一个就是交往对象就是靠依赖的，就是一定要有信任程度了，所以我就觉得这至少是报平安，就是最低层的，所以我还是会觉得这也是需要的。我遇到太多女生，就是真的是比较无理取闹的，或是会灌锅头。像之前我也是有一次有接到60通，我前女朋友的电话。